没事，请你骗人。不多也不少，正好三个字。这可比昨天那个难多了，你这让我怎么写嘛？我看我今天是表演出嘛。如果你想继续留在梅府的话，就必须先学会这三个字。你当我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啊？信不信由你。那这什么字这么厉害？梅氏清。你的名字。 算你说的还有点道理，来就来。不是。 这是人手写出来的字儿吗？怎么写？我有一个速成的方式，你要不要学？求我！求求你，教教我吧。不管是什么方法，我都会尽力学的，好吗？ 再不喝，茶就要凉了。休息一会儿再写，也不迟啊。我爹还在外面等我呢，我怎么休息啊？嗯，先把你气走，我就能去见我爹了。你这么勤奋练字，就那么想出去？对，我就是要出去，我必须要出去，我一定要出去，我有特别想见的人。你想见谁？不行。 我不许你出去！你为什么不许我出去？你觉得这样戏弄很好玩是吗？你凭什么要阻止见我想见的人啊？你能不能出去啊你？我说让你出去，听不懂吗？你出去嘛！你个疯子！ 哦，吓死我了你！要我向你道歉吗？ 该道歉的人是我啊！我小丸子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“梅氏清”这三个大字上画一个丑八怪，我也不应该未经允许就擅自离开梅府。但我知错就改啊！我为了弥补我的错误，我决定今天晚上我一定学会“梅氏清”这三个字，不学会我不睡觉。真的？说到做到。门在那边。 不学会，绝不睡觉。哦，哎呦！
我怎么睡着了？我真是。既然你这么困。啊，你是不是打算放我一马？真是老天有眼，大冰山居然有怜香惜玉的时候。就效仿古人的头悬梁的苦读之法吧。怎么样？简直不是人。警告你，你别闹啊！不是，放开！不是，你这奶蛮的行为太残忍了。等你多久把字练好了，我就把你放下来。不是，我真的求求你好吗？我求你，梅大人，梅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小丸子跪，不是我跪不了，我跪下啊，我跪下求你啊啊！我求求你，都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我这样太难受了，我真的求求你好吗？梅时清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样非常过分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这样。哼。我是你妻子，对不对？你是枉为人夫，你这样你就省省吧，锅早的让人头疼。把字练好了，我回来检查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我不写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不写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回来，我就把锅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只山猴子。就是你，我来这有什么目的？说。谢谢你昨晚救我。不需要谢。听说你上次被关了3个月。哎，要不要赌一赌？这次关多久？我才不赌，你被关了，我乐得清闲，没人逼我练字了。那3个字学会了吗？当然了。我不信。真不错，小意思。哟，世卿和郡主还挺浪漫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牢狱里面打情骂俏呢？哎呀，世卿，爹对你真的是太残忍了，
您辛苦了，我心疼啊，心疼。嗯、梅世元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也不想啊，爹要出门几日，让我好好审审这个土匪。啊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？你自己都在牢里呢，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爹走的时候嘱咐了，让你在这里好好反省。你这个不孝子！郡主，你也探得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好好反省反省吧你。还有，我学了好多字了，你给我写的那契约上说我是大话精。大话精没错呀、啊。